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修修，欢迎来收看这场 DJ 啊，韩国 DJ 的这个灯神的一个对局啊。灯神在所有的这个中国玩家当中，应该算是比较会打这个 DJ 的哈。这一把应该说，我们看下去啊，挺好玩的。然后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啊，灯神是把这个 DJ 给三连了哈。当然了哈 ，DJ 也是很牛逼的选手哈，这一把暴揍啊，怒了哈。这一下是一点机会都没有啊。难道灯神这把会溃败吗？啊，很秀哦，一波34连直接带走，这个好像是一个 perfect 啊，下手如此之狠啊，可见前面输的有多惨，输的有多惨不说啊，接下来他这一把是否能够赢呢啊？我们继续拭目以待。好，这个是一个反摇腿哈，然后想打一个身后，灯神这一波也是防住了，现在掏下盘啊。直接给一套十连，秦月以阴之后哈，这一个八之年，哇，这一次看来真的顶不住啊。好，这一次是抓到啊，看看能否反接，能量闪出来啊，找一个有比较安全的机会啊。好，这一波反杀看看能否拿下哈，毕竟是 max 状态啊，打到八成一个残血。但是这一把被反击了，接上八智女，发波啊，再抓过来，好，再接八智女，漂亮啊，打成了一个穿三的节奏。但是事情有这么简单吗？啊，灯神也是挺强的哈，是不是这把就一定会输哈？继续带着悬念看下去，发波跳 B， 好，站 A 卡位啊，啊，下 B 点一点哈，反摇腿发波，哎，河野，哎，升龙，哇！这几波小招哈都出的挺到位的哈，而且是一个小升龙，挺安全的哈，都是一些安全的反击。哎，点着点着啊，又点过来了，好，拉开一下距离，攒一下气。啊，打击头，跳 CD 放倒之后再一波打击头，好，接一个霸王拳啊，反摇腿过来。好，这一次应该是轮到灯神来反击啊，不是这个 BJ 的反击，好，抓一波头。看看这一波是不是能够直接拿下呀？不拿下的话，如果说给灯神机会，哎，升龙了，漂亮，打一个蹲防不能啊，反摇腿之后哈，跳过来哈，直接一个下劈，他这个 EX 模式跳过来挺快的哈，有些人打 EX 模式有一些不太适应啊，这个也是 EX 模式的一些小优势啊，啊，一个涡轮发射，好，脚刀接上，可惜没有连到哈，这个 V 字斩。哎，升龙到身后了，哎，这套下来一呀，好，枪反，好，来了，来了吗？下逼，哎，漂亮，又是到身后一个抓，啊，一个，啊，这个就是这么跟你点点着，灯神有点急吧？哎，这次没有中，漂亮，天地霸王拳，然后发波，再发啊，刚才是晕了哈，直接反杀，灯神很给力啊，啊，打得不错，好的啊，这场比赛就给大家解说到这里，喜欢的点点关注啊，关注修修不易走丢。